Hello， 大家晚安。来到了我们的第五周，那本来上周是打算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组图，但是呢，我就临时改变主意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当初曾经让我挺困扰的一些几何图。那第一天要分享的呢，叫做哈金斯 Huggins 这个图呢，当初给我蛮多的考验的，因为它就是排得很整齐的时候其实是好画的，但是一旦顺序乱掉之后就会非常容易画到就是无煞煞。还记得我当初第一张 Huggins 的图作品其实画了三天，因为第一天画错觉得很丑就生气不画了，第二天觉得还是没有心中那么好看，所以画了，但是最后好像最后我就那张我没有留下来了，我也是把它丢掉了，直到第三张我才留了下来，然后到第三张才真的画出了一点感觉，然后后来才又持续的又在认识了这个图，用黑色的纸装画啊等等的。那所以这张图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图。那我们今天呢就会用小纸砖来跟大家分享 Huggins 的这个图。那我们今天的图呢会用到三个东西，第一个呢是白笔，那我是用 Uniball Signal 的白笔，再来第二个是我们的万年不变的必备的是真笔。那因为今天我除了是画原始 Huggins 的图之外，也想要做一些变化，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就是可粗可细的 Pentel Point Liner 真笔，再来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好朋友铅笔，对，今天选了一支可爱的黑色的三角笔。好，那一开始我们依然就是来个边框，那一样边框就是做定位点用的。那不知道大家上周的图练习的怎么样呢？这一个月下来，从缠绕画中获得的属于你自己的礼物是什么呢？都欢迎可以在留言区分享，或是跟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你的作品，让更多人可以加入缠绕画的世界。好，那我们的边框画好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拿出我们的真笔。拿出我们的真笔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在我们的纸砖上面呢画上均匀的圈圈。对，什么是均匀的圈圈呢？就是排排站的圈圈。你可以把这个想象成是一个你在画正方形的四方形的一个四个边点，这样子的画法是不是很像我们当初在做 cadent 的那个感觉？概念有点像，但是又不太一样，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。那今天除了这个标准的 Huggins 的画法之外，也会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不同样式的 Huggins， 那就是看大家喜欢哪一种，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最有 feel 的。好，那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点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在 cadent 里面我们是画 S 型重复画这个动作嘛，那在 Huggins 里面呢，我们的动作会不一样，我们会画两个半圆，而且是彼此背对背的两个人。
那第一个四个点是背对背，下面就是面对面。背对背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画第二排，这里第一组是背对背，第二组就是面对面。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它的点点是整齐的时候，其实蛮好懂的。难的是不规则的时候，所以呢，第二组是面对面，第三组就是背对背。好。那我们画完了直线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就要来转向，要来画的是直线的。那直线怎么画呢？你的四边的横边是背对背，那你的另外两边就是面对面，应该不难理解。所以这边是面对面，所以它的边框就是背对背。好，那这样其实就我们今天的这个图就完成了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。因为我觉得它有点不太平均，就是有点太偏画面的左边了，所以我想要再补上去。好，那我现在已经把我的 Huggins 画好了，那我先把我的边框擦掉，对，就显得今天这张图好像也不用画边框哦，因为最后边框其实也没有使用到，但这就是缠绕画的过程中许多出其不意的时刻。自由发挥就是这么的自由。好，那画完了之后呢，也很明显看到，就是我的图是往上发展的，所以我今天这个下面会是我的底。那我刚刚有说，我想要再增加一些变化，那我的变化呢，就是在原来的这个，再加一层上去。想要让它更有立体感一点。那大家在画的时候呢，可加可不加啦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原来的 Huggins 就很漂亮了。你可以只就是全部都加，也可以只加一个方向。
好，这样看起来有点像那个棒球的感觉，就看起来有一点像。好，上签名先。但是最后我还想要再加一个东西，就要拿出我们的白笔。那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刚下面这里有被橡皮擦擦过的痕迹？那剩下的就可以利用白笔去做出这个有点像反光的这个痕迹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Hawkins。那希望大家画的时候不会被画的晕头转向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画完了第一个版本的 Hawkins 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画第二个样式的 Hawkins。 其实概念蛮简单的，那两个图给我的感觉其实完全不一样。我当初是先画完了这个第二张的图，后来才知道原来它也是叫 Hawkins。 那时候有让我蛮惊艳的。好，我们刚刚原来的第一版本的这个 Hawkins 是画圆嘛，我们这一版本呢不一样，我们是画正方形。所以呢，请你先在你的纸上面先画下正方形，涂黑可以等下再涂。我自己在画这个图的时候，我其实是习惯先画正方形，因为如果不先画框框再涂黑的话，我的个性就是会一直补，然后那个正方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所以我就先画框框。好，这边都画好了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先帮他们涂黑。好，画完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圆圆的 Hawkins 是内然后外交织，那我们的方形版的 Hawkins 呢，我觉得其实比圆形的更好画。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连内线，叮叮叮。哦，不是内线交易的内线，就是连内侧的线。所以这里是内，下一个就是 Y， 其实在画的时候多少也可以再调整一下你的那个线条。好，是不是超简单？我其实觉得画直线的 Hawkins 超快，比画圆圆的快多了。然后我觉得比较简单，比较不会画到晕。说到晕，我好像这个就画错了，你看看，就是这么容易画错的啦。好，那我想要再延伸出去，就是像这边的，这里是外框嘛，所以这里就会再有两个延伸线出去。好，画完了。大家有看出来吗？其实这是不是很像那个藤蔓编织交织的样子？它其实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圆形的 Hawkins， 拉直了之后就是这边拉直了就是它的样子，其实超级无敌像的。那因为刚好我这边画错了，所以我的签名就要签在这里。
以示纪念，然后用我想要用铅笔，再加推纸笔的方式，把这个边框推起来。就是把这个线嘛，擦模糊了。擦到多糊可以自己决定，我想要把它擦得糊一点。那要记得大家在擦的时候啊，你的线条是直的话，你一开始可以先顺着你的笔画把它大概的擦，那如果想要把线条擦掉，你就要跟它是反另外一个方向，所以这我就有点是斜的、直的，去逆着它的纹路。好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隐形的边框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两个图案 ，Huggins 的两个画法，圆形的画法跟直线的画法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？欢迎留言给我告诉我哦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五周的第一个图 Huggins，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每天每个礼拜的礼拜三到礼拜天都会上传一个练习的图影片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咯，大家拜拜。